不知道您对地震事务所的业务熟悉吗？来看到桃园八德区的地震事务所，特地到了大中国小规划小小测量员的课程，带着学生实际动手来测量，认识皮尺、雷射、测距等仪器，也让小学生吸收了很多的地震相关知识。八德地震事务所人员特别来到大中国小和学生推广正确的地震观念，先透过十分钟的讲解，让学生了解地震事务所平常都在做些什么，包括图根点、见界的意义，并运用有奖征答的方式寓教于乐。土地埋设指土地知识界标的话，不可以破坏，因为有些在破坏这些土地知识界标，它容易把那个我们的土地的范围就弄不见了。而且图根点如果也遗失破坏了，没办法办理测量工作了，我们就准备从小扎根，让人这些小朋友能知道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八德地震事务所也将测量工具一并带进校园，像是皮尺、雷射测距等，除了让学生了解实际功用，还能亲自动手操作，是很难得的体验。学生也从中学习到许多地震相关的知识。测量距离，然后还有一些工具，我觉得很厉害，这样让我们认识地震事务所是在做什么事情的。路边看到很多相机，不会去随便破坏，因为它在测量距离。然后地上有小东西也不能去破坏，因为它如果破坏的话，它就很难测量。地震事务所对于学生甚至是一般人而言，并不是经常会接触到的公家机关，如今实际走入校园，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，也是很好的公民教育。